终于举办了我们的专场演唱会，你们开心吗？对不起，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全部都换了一个新样子，有人认不出来的吗？还有新发色。我刚刚指着立善真说八轮月，他指着我说哎裴杰，裴杰没有那么黑，裴杰没有那么黑。怕有些人还是有不小心觉得哎到底是谁，我们再自我介绍一次好了。好好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HR。那在这里必须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喜欢新歌吗？喜欢。Sorry, don't kill my vibe. Don't kill my vibe. Don't kill my vibe.男团跟女团合作，但是我们是男团，你们是女团。哎，我必须说，我刚刚在旁边等待的时候，那蓝弟只是转过来，他是转过来，他还要这样。太漂亮了吧！对，而且刚刚整个休息室进去 ，Vera 休息室都香香的，哎，就我们的 Vera 从厕所走出来都香香，香香的。然后排练哦，只是练舞哦，还给我。枕头玉米须，然后全妆烫玉米须的谁？烫玉米须举手，他今天戴发光耳机，他今天戴一个浮夸的这个东西，他平常就要精致，多可爱。等下他有点抗噪，对，他听不到。那 Vera 跟我们合作的心情怎么样？其实很开心哎，对，就是真的很兴奋，因为我们从之前节目。粉丝就敲完说叫我们跟你们合作，对，但是一直没有这机会，就殊不知在 HR 演唱会遇到了。谢谢，谢谢你们邀请。我们也一直敲完要跟你们合作，我们也想跟你们拍照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在大列车飞快吹风，上现实动态，未再看得到。